中山区西定路248巷山坡道路龟裂，已经影响来往车辆的安全。摩托车从这里过去哦，都会滑倒。哦，啊，常常到我们公里咯，啊，恁遐路吼，无嘛拜托政府来管用哦。我讲有啦，我有找市委正议员哦，啊，来甲处理啊。受到民众陈情，基隆市议员施伟正特地邀集相关单位办理会刊，希望可以尽快修复维护过往车辆以及民众的安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定路248巷的后方哦，这个山路。那他现在在我们现场看到，确实是走山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里呢，今天会刊得到的结论，这里的土地权属是属于我们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在这里强烈的要拜托我们财政部国有财产署能够在今年哦将我们这个路段修复的费用编列完毕，明年呢能够尽速来执行我们这个路段，因为目前看起来的确是有立即危险的可能，所以要拜托国有财产署是不是能够尽速的将我们这个路段呢把它修复好，还给我们附近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也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另外，施伟正也希望主管单位要特别注意道路龟裂是不是因为有走山的迹象。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